哎，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Bossman 的 Rotary Hammer。OK，我们先来看一下 Carbon Model 的 Rotary Hammer 啊。哎，这个就是 Carbon 的 Rotary Hammer 啦。OK，它就是这样的。那它是这个是算是两个 function 啊，两个 function 的 Rotary Hammer。OK，然后它这里面是可以转的。OK。它是两个 function 啊，那还有哪两个 function 呢？一个是 hammer drill，然后一个是 drill。OK，这个就是人家平时都会拿来转动的，而且它其实很小把，它很小把，然后方便拿。那它要用的 bit 呢，就是不是每个 bit 都可以进这种头啊，它一定要用 SDS 的 bit。OK，SDS 的 bit 呢就是这种，它有四个沟渠哦，看到吗？还有四个沟渠哦。OK，它这个呢，它才可以进这个机。OK，只要插进去就可以了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然后你如果要转动啊，转什么啊，你只要调到这个，这个就是给你转动的。还有 hammer 的功能，就是当你转的时候，它会震进去。OK，那还要拿出来的话，怎样拿呢？它只要这样，你往后拉，往后拉，就拔出来了，很简单。然后。它当然，它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brushless motor 的，OK，它长这样，可是它其实也是有 handle 的啦，它也有 full handle 的，它的 handle 是这样，OK，那一样啦，它也是三，可是它这个是三用机，OK，它有普通 drill，然后 hammer drill 还有 hammer 啦，OK，这样它是三用的啦，它可以三用的机。然后一样，它也是 SDS bit，只是它是 brushless motor，它是比较新的 motor 啦。OK，你看它这里会跟你讲，它这里是要用 SDS 的 bit 的。OK，那这个的 model 呢，carbon motor 的 model 呢，就是 BHR220F。如果是 brushless motor 的话呢，它是 BBRH430M。OK。